订机票就同城，打开微信支付就能订的同城旅行，邀您观看隐秘而伟大。杨队长，之前你们送回来的户籍底卡怎么少了五张？扔了。扔了？我们户籍科的东西怎么可以说扔就扔了呢？取的时候弄脏了，你找底下人再做两张。那你好歹跟我们说一下，不然我们还得回头一个一个查，多麻烦。不好意思，没记住。杨队长，车在外面等着了。啊。哎，警官，出什么事儿啊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别以为立了功就可以对别人指手画脚。小东，哎，怎么样，干净吧？都是我收拾。男人之间送花太怂了。送你个仙人球，小东，恭喜回来。谢谢你啊，赵警官。郭东到。啊，没事，自己去吧。看不看见？那肖大头都不使唤你了，这回他算是咸鱼翻身了。仙人南玉，快快快快快！仙人南玉，看热闹去，走。这样吗？这身材。小东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李队长藏得很深呢。啊？郭晓东。到，有人找。顾警官，听那个记者说他把我的照片底片交给你了，你能还给我吗？我不认识你啊。我们两天之前见过。没有，没见过。你来我家登记户口，遇到了记者，我是丁放。怎么可能？那个丁小姐哪里？现在能把底片还给我了吧？啊。队长，给您倒的茶。这下子，哎呀，小李，找到了呢。哎呀，这小子命是真好啊。刚立上功就有红颜找上门来了。你确定你没有记错？赵警官，你打扫桌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你给我的那个小纸袋？叫你呢。啊？哎，你打扫桌子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你给我的那个小纸袋？我就夹在这个书里。没有。我明明夹在这里面呢，怎么就不在了呢？啊，可能是刚才。清洁工来，会不会给？顾警官，那些照片底片值多少钱，你应该心里清楚吧？我实在不相信会有人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丢进垃圾堆里。你要是卖给别人了，不妨直接告诉我，省得在这里演戏。浪费大家时间。不好意思啊，味道有点重。谢谢啊。哎，
等等，这本书是你的吧？直接说呗，何必拐弯抹角？我是从来不会答应别人签名的要求的，但是这次例外，算是感谢吧，下不为例啊。这可不代表我愿意跟你继续有来往啊。为什么要签名啊？你上次帮我解围，又留着我的底片，不就是为了想要东篱君的签名吗？东篱君是谁啊？你没听说过东篱君？你没看过他写的书？是这边吗？讲的什么呀？灯红酒绿，男男女女。我不感兴趣。丁小姐，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回去做事儿了。出去的路你知道吧？当然知道。哎，反了！刘警官，夏主任，干嘛去了？嗯，哎，拿着来，手里手里拿着来。丽园跑狗场，你不知道警员是严禁赌博的吗？知道，这是帮别人买的。工作时间私自外出帮别人买狗票。不是，我是到丽园附近执行任务，顺便买的。撒谎，是真的。我到丽园对面送东西，顺便买的。我真不是刻意去的。有人能证明吗？这是杨队长给我一个人单独安排的任务，只有他能证明。但是，您能不能别问他呀？行，狗票没收了，下不为例啊。谢谢夏主任。那杨队长呢？谢谢。这事儿到此为止，啊，哎，以后注意。谢谢您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嚯，全是那脏的，多少天没洗澡了？对不起，我马上去清洗。哎，你很闲吗？怎么还捡开垃圾了？这个是医术界的户籍卡，孔科长好像在找这个。这些户籍卡都是你筛查出来的？是啊。怎么扔垃圾堆里了？听杨队长说，好像是取东西的时候弄脏了。处长，这上面是不是蹭的油漆啊？没亲眼看见，别瞎猜。赶紧给孔科长送过去。是。郭晓东，啊，送完东西回二处，以后跟着我执行任务。是。已经查清楚了。丽园跑狗场对面有一家大肠客栈，最近确实在烧油漆。那就没错了，杨奎曾把户籍底卡拿到客栈让叛徒指认，回来的时候卡上就蹭了油漆。我当时就怀疑是在客栈蹭的。地方确定了就好。老董让情报组方面提供了有叛变嫌疑人的照片，一共三个人。我马上通知行动队的人去甄别。客栈可能有变异，小心点。知道了，行动由他们来执行，事情办妥我就离开。你是怎么想到油漆这个线索的？是顾耀东碰巧提醒了我。就算是他，那也是他无心的。
么样？已经确认了，这个人叫石立游，叛变之前啊，是情报组的发报员。是这个人吗？对，就是他。他在哪个房间？三楼，靠走廊最里面的14号房。房间对面有两个便衣，行动之前啊，得先把他们支出去。谁啊？啊，我们来给窗户补刷油漆的。油漆味重，怕熏到你们，要不二位先到外面透透气。咱俩上抽根烟去。走。不好意思啊。你有烟吗？你走那么快。队长，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楼上必须得有人看着，怎么两个就下来了？这屋里有工人刷油漆，我俩就下来抽根烟。证件带了吗？带了。谁呀？我，石先生，杨奎。给我来一根啊！没了，刚才不还有吗？现在没了呀！你给我看看。没了，看什么呀？你给我看，真没了，我还骗你吗？你看没？我非得去看看。真没了。同志们。啊？过来。哎。这两天没出什么岔子，没，您放心。吃了吗？没呢。走，吃饭。哎。谁呀？先生，我们是来给窗户补刷油漆的。先生，我们是来给窗户补刷油漆的。小姐心情不错呀，是不是遇到什么大买卖了？小生意，赚的钱也就够买两天小菜的。恭喜你啊。今天这笔买卖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。虽然钱没赚几个吧，但是特别解气。
沈小姐啊，哎，你帮我看看这张照片挂在这里好不好？好吧，你帮我看看啊。哎，你看看这里好不好啦？哎呦，别挂那儿了。哎呦，不要你管，不要你管了，做你自己的事情去了。好吧，这个位置，哎呦，我觉得蛮好的呀。哎呦，真的老好的，老好的，是不是了，沈？哎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沈小姐，哎，你衣服弄脏掉了，在哪儿呢？哎，这里了，这里了。哦哦，你自己看不到的，后头了。哦，好像是油漆。今天去菜场，没有人刷油漆啊，好像是什么东西的血了。哦，今天去过肉店了。哎呦，那就对了，那就对了，那就是颜色像血一样的啦。是。石先生，石先生起了吗？石先生，石先生，石先生，别出这么大动静，把老板叫来开门。石先生，石先生。哎呀，我的地毯怎么没了？哎，哎，好嘞。哎，队长，刚才有个客栈老板打电话，说他们店里东西丢了。有肉不了？哎，可能是吧。去看看呗，哪家客栈？就是陕西南路那个叫大昌客栈。哎呀，这日子怎么就这么不太平？社长，您接着睡，这事儿不用你亲自出马，我带他们去就行了。走吧，睡得腰酸背疼。哎呦，这会儿起来活动活动。范警官，我来吧。好，谢谢啊。你不用叫我赵警官了，叫我志勇就行了。你是前辈，一会儿上街的时候，我一定听指挥。小的是，小的是。嗯，原来呢，那是因为你刚来，所以我让你叫我赵警官，我能照顾你。嗯，从今以后我们互相照顾。谢谢。站着。小邓，你这个帽子呀，戴歪了。啊，好了，坐好。肖警官，要不你坐这儿，这儿宽敞。哎，你坐。赵警官，行，你呀，以后跟我们不能这么客气，啊，你的心意我们都领了，坐吧。谢谢肖警官。谢谢。哎，哎，哎，好了，哥们儿，处长。处长，你坐这儿。这是处长专座，你赶紧起来。让你来当这处长。对不起，处长，您坐。那儿有个凳。谢谢肖警官。关门呢？昨天下午来的时候人还在，今天早上人就不见了。怎么发现的？昨天晚上我们吃完饭，去洗了个澡，很晚才回来。我想石先生他肯定睡了，我就没敲门。笨蛋，人什么时候失踪？
没事吧？没事。这都晕车了，还想当警察？就这些。王处长，哼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夏处长，啊，我这不是跟你打了马前锋吗？哎呀，就是装失窃案，搞得你我都跑一趟，这扎客栈的面子不小啊。夏处长，嗯，跟你说两句话啊。让开！行了，别啰嗦了，勘察现场。哎，哎，老夏，实话跟你说吧，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失窃案，老板只是丢了一条地毯，我是丢了一个重要的人。文腾同志，你是说这儿的房客？我策反了一名共党，一直安排住这儿，还派人守着，现在人没了。哎呦！我说什么事儿能把王处长都惊动了？原来还有这挂可能。嘿，老夏，这个案子我想申请接手调查，你看怎么样？说申请这不是见外了吗？啊，你能接手，我求之不得呀。行。于胖子，于胖子，你来，你看看这背，你来感受一下，特别软。软不软？啊，什么是好背？这是好背。是，他当时干什么？赵警官，赵警官，我觉得这不是你。现场发现的所有东西全部带回医处。李队长，这个案子我们接手了。嗯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案子由一处接手。啊，李队长，带着二处的兄弟们撤。是，二处的，来来来，收队收队，撤了。收队收队。赵警官，你先上车。来，你快点啊！处长，处长，你来，你来，你听我说。嗯，处长，我怀疑这不是普通的盗窃案。处长，你听我说，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块手表，手表比地毯值钱吧？如果他真的需要钱，为什么他只偷地毯，而真正值钱的手表他不要了呢？可能忘了吧。我还发现衣帽架上挂着外套，连外套都没有穿就出门了，这真的很不符合常理的。处长，天儿这么热，赶紧上车吧，走啊。哎哎，处长还干嘛？还有，从桌上烟灰的形状可以判断出这支烟不是抽完的，而是靠在烟缸旁边自己烧完的。那这又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这个房客根本没有打算要出门啊！我怀疑他是被另外的人连同地毯一块带走的。处长，这是一起绑架案，房客是被人绑架的。分析的有理有据，非常精彩。是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郭警官，要么你转行去写那个侦探小说吧。我在出版社有朋友，回头给你介绍介绍。嗯，郭总，处长都上车了，一车人都等你，快点的。啊，
这个房间暂时不要让任何人来住，结案之前可能随时过来待查。还有，万一有人过来，让他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知道了，对不起处长，下次用人我谨慎一些。你俩看门的赶紧给我滚蛋，别让他进来看。小姐回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见她身上蹭有脏东西啊？是的呀。是油漆吗？当时觉得像的，哎呦，应该不是啦。她说她去过肉店，她可能是蹭到什么血水了。什么颜色？这是什么颜色？哎呦，怪不得你姐姐讲你读书都傻掉了呢。哦，血水嘛，当然是红色的，不然是什么颜色啦？妈，你确定看见的是血水，不是油漆？我当时就瞄了一眼呀，也没有看得太清楚了。哎呦，记不清了啦。哎呦，我觉得这个事情问东问西的干什么啦？顾太太，我看你有床单要洗，我帮你洗了吧。啊，好，哦，来了。哎呦，我来，这怎么好意思的啦？顾警官，我衣服是没洗干净吗？沈小姐，你洗衣服用的是肥皂吗？对啊。我怎么闻着有一股灯油的味道呢？昨晚掉了个扣子，屋里太黑了，我拿油灯找，可能染上味道了。我妈妈跟我说你衣服上蹭上了油漆，我就是想告诉你啊，用灯油就能洗干净。就是蹭了点血水，水一冲就没了。问题问完了吗？问完了。好，现在换我问。一个男人抱着一个女人衣服闻是什么意思？我。顾警官，你是不是以为我租了你们家房子，跟你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你就能打我主意了？不是，我没这个意思。那你抱着我的衣服干什么？我今天遇到了一个盗窃案。就在大昌客栈，沈小姐，你有没有去过大昌客栈？没有。客栈在刷油漆，我以为你身上蹭的就是油漆，所以
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去大昌客栈，我万一要是你去了能有什么线索呢？先不管我衣服上是不是油漆，就算是上海那么大，烧油漆地方那么多，我就一定是在大昌客栈蹭的呀。不一定。我也不相信了，一个东吴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会做出这么幼稚的推理。所以很明显啊，这是你在为你自己的龌龊行为编借口。顾警官，你对异性有好奇之心，这我能理解。不不不，我对异性没有兴趣。我不光对你没兴趣，甚至还有那么点讨厌。要不是我交了三个月的房租，我现在就搬出去。下回要是让我再看见你偷偷摸摸干这么恶心事儿，我就去警局投诉你。别忘了，我警局上面也有人。夏处长让你从警局滚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。啊，好心劝你一句，赶紧找个女朋友吧。昨天你怎么没过来啊？那个姓顾的警察跟踪我。啊？他怀疑你了？都解决了，他没什么经验，倒是好对付。那天我是看着他们把人带走，我才离开的。路上没出什么问题吧？路上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石立友也带回去审了，但是他交代的一些情况很棘手。怎么了？这个人在叛变之前呢，是个发报员，他违规留下了几份重要的电报，想留给自己在关键的时候保命。东西呢，就藏在客栈里。这电报里边呢，涉及到我们最近在南京的人员部署，一旦泄露，会牵连到很多人。他的话可信吗？只能是半信半疑啊。东西藏哪儿了？我想办法去取。就藏在客栈的卫生间里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无法确认他交代的究竟是实话还是一个圈套。交给我解决吧，这个险必须得冒。来了，杨总。啊。赵警官。嗯。处长呢？陪副局长吃饭呢。下午有牌局。哎，那客栈的案子我们还查吗？查什么查呀，案子都是一处的。要不还是去客栈再找找线索，我总觉得这个案子不是简单的失窃案。哎，有空再说吧。赵志勇。哎，去给我买两个包子，不许买韭菜馅的啊。行。案子是永远查不完的，但是薪水只有那么多，既然来到二处呢，就要跟大家一样学会享受生活。来，我先借你看，等我会儿啊。这页别给我翻过去了。嗯。老板，要不下两盘啊？下啊。哎，你俩把那象棋给我拿来。行。我跟你喇叭哥较量一下。哎，行行，你下不过肖大头，你就下过他。去晚了，你儿子要淋雨的。哎，来了来了。顾太太，出门啊？啊，是的呀，要下雨了，去车站接耀东。哎呦，也不晓得一天到晚忙些什么，到现在还不回来。哎呀，估计是应酬去了。他现在是警局的红人。哟，快点啦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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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沈小姐呀，你等一下要出门，这里还有一把伞的啊。我不出去了。一会儿在床上看看书，我就睡了。哦，女孩子在家，门窗要锁好的啊。走了，路上小心啊。啊，好。
谁在里面？谁？哎，警察！哎呦，哎，抱歉啊，老板，吓着您了。警察，你就光明正大的进来呗，你爬什么窗户呀？你吓我一跳！你这个案子不归我们处管了，我想看看这个作案的人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，所以就偷偷的进来了。是这样啊？哎呦，那您可得好好查查，一定要帮我把地毯找回来。你说我这两天也是够出眉头的了，地毯丢了还得提心吊。哎，老板，你这厕所门是锁了吗？为什么打不开啊？不能啊。哎哎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什么人？星星点点，不远。